歌仔戏唱腔融合摇滚乐，一开场就呈现出关羽手拿青龙偃月刀精彩的武打画面，兼具视觉与听觉的响应。上合歌仔戏团推出的《奇兰与绵绵》作品，要让观众朋友在摇滚曲风当中感受到创新的三国故事。应该是说我全部把它用摇滚的乐器把它代换掉，对，所以锣鼓点你可以听到全部用爵士鼓来演奏，对，然后里面的不要说二胡也好啦，或者是这样，但我里面还是用到了二胡的声音，但是呢，我另外会比较重要的是用电吉他来取代胡琴的一个声线，甚至里面的一些装饰奏的部分，我全部都用电吉他来处理。你有什么好不敢讲？你只是来搞骗钱，你无够出名吗？那呢，你就是名利双收了。但是欠女人、欠兄弟，也是你欠朋友。剧情更是以穿越剧的形式把关羽拉到现代，呈现出独具特色的创意，包括关云长面对人生的亲情、爱情和友情在不同时空中重演，透过台味风格的趣味对话，让故事内容更加贴近现代生活。几乎这个戏在讨论其实是关羽他在死的那一刻他到底在想什么，对，那团长与他马上在麦城被吕蒙杀死了以后想要重生的这个概念，就是他觉得他不甘愿，他为什么一代就是武将他会被一个无名小卒给杀死哦，所以借由这一个概念开始发展哦，他就跑到了一个 pub， 一个他的大哥们开了一个 pub 里面去，然后开始重新去检视他的生命。上合歌仔戏团这一次推出的《奇兰与绵绵》，大胆挑战独具创意的摇滚歌仔戏，从11月6号到8号一连三天，在台北市的水源剧场十楼演出，让观众朋友从舞台、灯光、音乐以及服装设计当中，看见重新活在现代的关云长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全新面貌。记者李一如台北采访报道。